后绕拳，被打了一个迎击啊，迎击漂亮，超人拳顶膝，再来一个，再一个击扫，哇，动作速率很高啊，漂亮，上钩，上钩，刚才有一个撩踢啊，是踢在刘晓明的裆上，哇，对方的这个爆发力很好，对，我刚才漂亮，直接击倒，哇，裁判开始读秒，看能不能起来，哦，起来也是非常眩晕的一个状态。裁判要他往前走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这边赶紧坐下来。哇，直着从地线拔起来，对，赌了一下自己的技巧啊，漂亮！等着对手出拳的那一刹那，比对手拳头还快，直接高扫啊！红方胜。